桃园市七十三公中年消费十四盘全自台电，同1895年就为保台抗日战争，牺牲该七十三届客家先烈之件，全自就客家该地缅怀客家先民，保卫家园的历史。客家责任努力神心念乡，同七三三客家先烈之间，表现出乡亲的神心，要求先烈保庇客家平安。TQ， 安尼的县民，客家的县民，做得保佑安尼的桃园市哦繁荣发展。七三公中年庙是民国62年时节，地方人士起的，来纪念1895年因为战争保卫乡土牺牲烈士，打帮当年祭奠法统来上修历史记忆。有七三个牺牲报乡为国哈，富国哈，等于有安尼啊，用他们客家人的代表哈，代表客家的精神，安尼继续来那个传承发扬下去。就算停顿时代改变，七三公后台人各地都有。我下边行天当年三年嘞，同十年嘞，分批判春季同秋季，大帮祭奠来传承客家忠义精神同文化理念，客家新闻论坛同一波同。